几年前高雄罗家火灾，甲呾也是有受伤的人住伫个家护病房。有新的第三十八件罗琼怡，伫个家属做出无要办公嘛无要急救的决定了后，伫个昨暗九点半嘛过身啊。这已经是罗家予大火夺走的第七条人命。罗家人逐天进出家护病房关心病情，过了一个年，有新的第三十八件罗琼怡，煞伫个家属签无办公、无积极的同意书了后，二十一号下晡出现心跳、血压无稳定的现象，到当天暗时九点半宣告无救。罗小姐这几天就是血压都一直不稳定啊，那她在昨天晚上的九点半就没有心跳，然后就宣布死亡。这个月六号的大火，当时造成罗家三个人死亡，五个人重度昏迷。在罗琼怡过身之前，有三个囡仔因为家属无忍心，让因继续插管受苦，嘛在二十号被讲停止治疗。其中有两个人已经过身，但是到会吴医生阁有心跳，家属嘛继续到病床头前替伊加油。我阿哥加油啊！嗯，我阿公来看你呢，要加油呢。哎，要放瓜子，放阿弥陀佛的瓜子，要加持。病医表示，吴医生目前已经停药，但是还阁有呼吸上升，全靠伊家己的生命力咧支撑。只是心跳真弱，监控依然真无乐观。记者王家川、柯建准高雄报道。